今日舉行呢一個屬天嘅婚禮，就想為天父嘅愛做一個見證。而家就將繼續將所有注意力放喺耶穌基督嘅身上。Jesus being the center of it all。哥羅西書裏面提到，在基督裏，天父會為祭壇。Oh.